前妻哦，绝对袂答应啦。我袂因哦为了我的子嗣哦来破坏人家庭啦。再讲，若是我的查某囝知影事情的真相，伊敢会接受我这个老爸？算讲是安尼，你嘛袂用在规个厝的，大家都爱伤心吗？这嘛袂当想，并不代表以后我袂当想你啦。 你会使把爸爸给接受？你唔是讲你要甲你音乐、甲你才华拢教恁查某囝吗？你要趁这机会哦，较早去看伊，无定着有一天你甲真相讲互伊听，伊凡事会当接受啊。唉，迄天你搁较气哦，敢无看到伊妈妈的态度，他没有可能再让我接近他的了。想过不安尼啦。 我陪你来去找这前妻，咱也该讲看卖啊，无听到伊会答应你跟伊查某囝见面啊。煞煞去啦，莫去给伊搅了啦。熊哥，你也有信心啦。熊哥，卡叔讲吼，哪会当我找到婷婷吼，不管搁卡什么款的困难哦，我都一定去解决啦。天下间吼，不管是爸仔情、母仔情。 这款的关系是永远拢断袂离的啦。关啊！哇，你莫再惊住啊，再找伊啦，行啦，我陪你来去啦。啊，你毋是有这些通告啊？通告。喂，哎，我文官，诚代志麻烦你吼，你会使把今仔日的通告帮我取消无？嗯，因为我今日有代志。 没有关系，所有的损失我负责。对，因为我今日有做重要代志要处理，嘿，好，好，谢谢，我知道，谢谢，好，我有功夫。啊，多谢你啊。嗯，是咧讲什么话啦，今日？稍等你啦。啊，你是咧要创啊？我洗洗面，换点衫啦。对吼，安尼较有精神啦。好。 我不是要放弃啦，我是无勇气。我规天因母仔囝遮尔多，起码讲要来看我的查某囝，我哪有这资格啦？熊哥，爸仔囝的亲情是上好的理由啊。不管你进前是安怎对不起伊，嘛不管你的亲情是安怎未谅解你，甚至你的查某囝根本都唔知有你这个老爸。不过爸仔囝的亲情，这款的骨肉是永远无人会当甲你阻挡。 我提起电话。边起啊啦？先生。啊，叔叔阿姨，你们好。哎，你好。谢谢你。嗯。恁个有啥物代志要讲？ 是，想过是想讲要带囡仔去佚佗啦。袂用的。真姐，我已经甲你讲，我都清楚啊。请你莫再来搅了阮母仔囝的生活。请你体谅一个做爸爸的人，厝内囡仔的心情，互我甲小七有个单独相处的机会，好不好？你甲小七带走。我若甲小七带走，我哪有能力饲伊啦？ 我是一个查甫人，那有这才调，来照顾一个查甫囡仔，而且伊若吵讲要找妈妈，我是要安怎啦？我知影我亏欠你，所以我拜托你，也只有经过你的同意，我甲小齐做伙，安尼你才会放心，安尼囡仔嘛会怀疑我是伊的什么人啊？
是啊，祥哥想要跟小琪见面，其实已经考虑真久啊。伊绝对是先替你甲囡仔想过，所以今仔日才想要来甲你参详一下。你有一遍机会好不好？你有啥物立场替伊讲的？歹势，我是无立场啦。啊，不过祥哥伊是我恩师，我真感谢伊对我的提拔，嘛真同情伊厝内囡仔迄个心情。所以我才想要替伊讲句句仔话。我家己嘛有一个查某囝，阮查某囝出世无几个月，都胖无去啊。我为着阮查某囝，我差一点仔都活袂落去。所以讲上过心情，我绝对会当了解。真歹势。我家里也无讲真实诶，就甲你讲遐尼济块代志，请你莫见怪咧。我捌听过你的歌，你讲的话，我会当体会。我相信你是一个真美丽的人，所以我嘛希望你用同款的心情去体谅上哥，好不好？小琪的比赛，我都给你带去。谢谢，多谢。不过，你绝对袂用甲伊讲，你是伊的什么人？你放心，我袂甲伊讲。比赛若结束，我会去接伊回来。你绝对袂用去跟我啰嗦。啊，若无，阮先生若知影，我就对伊歹交代。我知影，我一定会照你的话去做。你等一下，我去甲小琪带出来。多谢哈，乖啊，多谢你啊！拄只人是要你要讲话啊，真是别答应我嘞。其实你免阿说多谢，我讲你亲戚哦，你是一个真明理的人，不要假人心，我相信吼会当体会啦。叔叔，小琪，是你们要带我去参加比赛吗？是啊。小琪，这位叔叔和阿姨都是妈妈的朋友，他们都是很有名的音乐老师跟歌星哦。我知道啊，她是江文娟。哦，你也认识我啊？那妈妈等一下去办点事情，你就跟叔叔阿姨他们去比赛，等一下妈妈就去接你。好。小琪，妈妈欢迎你了。谢谢。叔叔，是你们要带我去参加比赛，应该是我妈妈跟你们说谢谢才对啊。叔叔跟阿姨都很喜欢你啊，然后叔叔要带你去比赛，所以叔叔很开心，就跟你妈妈说谢谢啊。那我要谢谢你们带我去参加比赛。啊，小琪好乖啊，来，小琪我们走好不好？妈妈再见。再见。小宝宝的时候，我们每天都见面的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那后来呢？后来叔叔就忙着工作，就没去看你了。想不到一下子小琪变得这么大了。因为我每天都有乖乖吃饭啊。小琪，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学钢琴的？5岁。5岁啊？那你的钢琴应该弹得很好的哦。哎，现状力有道。我觉得我自己弹得很好，不过我现在来参加比赛，我很紧张，幕后等一下会弹不好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。
那叔叔教你一个弹钢琴不会紧张的方法好不好？好啊。就是你在弹钢琴的时候啊，脑袋里面啊要有很多的画面，或者有很多的事情，那你就可以把你的情感啊完全的放进音乐里面。叔叔，你说这样我听不懂。哎，好，你现在哼一段你自己很熟悉的轻快的旋律给叔叔听。你不用紧张，我们只是玩玩，你随便哼给叔叔听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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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OK， 你刚才脑袋里面有没有什么画面呢？没有。哎，我知道你没有啊。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在想什么？因为啊，你都没有快乐的表情。你再想看看啊，你把这个音乐啊，把想象成是一只小鹿，那在草原上跑过来跑过去。小鹿斑比啊。对了，你再哼一次，给叔叔听一看。嗯。从你的表情啊，知道你把感情啊，有完全放进这个音乐里面了。我知道了。那如果是谈到悲伤的音乐呢？叔叔讲一个故事给你听。就是有一个爸爸，他很爱他的女儿。然后这个爸爸做错事被处罚了，不能跟他女儿见面。然后这个爸爸很想念他的女儿，这样子，你明白吗？我不懂。哎，因为我没有当过爸爸，也没有被处罚过啊。小琪，不然我这样说好了，你刚有碰见，你就介意就介意物件。有。我曾经弄丢过一个洋娃娃，我一直哭。对，就是这种感觉。你谈到悲伤音乐的时候啊，就要想到你的洋娃娃，就好像那个做错事的爸爸在想念他的女儿。江总，那你从小姐里面，你在那干啥呢？走，小七，叔叔跟阿姨陪你去报道。好。各位家长，等一下同学要比赛，麻烦各位家长先请离席，好让同学专心比赛。小七啊，你不要紧张哦，好好表现。好。加油哈。小七表演没办呢，我看伊表情哦，就知影哦，有个干净哦，可能个音乐来宾啊。那是因为吼，你有个感情放伊身躯顶啊。
想起你今嘛心内感受真深吼。我感觉真对不起小琪啊。你慢慢安尼想啦，不管小琪今嘛过得真好，安尼就好啊。真感谢小琪妈妈的照顾，还感谢伊先生对小琪这么好，搁予伊学钢琴。我袂栽培这囡仔，还佮袂少钱诶。阿官啊，多谢你哦，今日陪我来看我查某囝。免客气啦，上哥。你今日着好好把握吼，甲小琪到底时间着好。其实你看，小琪吼已经是最优秀诶呢。谢谢了。有，现在我要跟叔叔还有阿姨一起去吃汉堡。哦，啊，不过咱今麦就要来等啊。为什么？伊有让我跟爸爸讲好啊，要到店吃饭啊。可是我想要跟叔叔还有阿姨一起吃汉堡哎。爸爸跟妈妈忙着带你去吃汉堡啊。我不要，我要跟叔叔还有阿姨一起去。小琪，乖嘛。小琪，你要乖啊！叔叔跟阿姨都知道你今天得第一名，可是你爸爸不知道啊。你要回去跟爸爸讲，爸爸一定很开心，好不好？你要乖啊！可是我想要跟你们一起去庆祝。小琪啊，不然这样子好不好？下次我们再碰面的时候再一起庆祝好了，好不好？真的吗？我们还会再见面吗？当然是真的。那你要跟我打高高。好。乖乖的跟你妈妈回去，那记得回去的时候啊，你的心里啊一定要有快乐的音乐哦。好啦，小琪，叔叔还有事情要无用，乖，咱来等哦，哈。月亮光光挂，天顶小雨滴也大，你是阮的掌上明珠，抱着紧紧看。想我，看你在乌行，看你会走，看你出世，相片一大沓，轻轻听着喘气声，心肝乌袂惊。你是阮的幸福希望，亲手给你吃。叔叔阿姨，再见。小琪，再见。较早囝仔是婷婷，我应该用什么心情去面对伊？小哥，老实讲，我才真心善意。告诉讲，来当我找到婷婷，那咧我一世人都无遗憾。心情哦，我当体会啊。
去。恩姨，你搞啥？搞啥？啊，我困饱了。有啦。啊，对了，我有煮咖啡，要恁一杯啦。啊。免啦，我跟你来就好。我替你倒了，你可以去啊。这个发夹真水，真适合你。其实我昨昏差一点仔就给用胖见，好佳哉，后来我有找到。为什么？是我家己无细腻啦，袂记你藏在什么所在。总经理，我想要问你讲，唔知你中头用？有什么代志？你若有闲，我想要请你吃饭。安尼哦。无闲无要紧啦，我感觉明天嘛是闲的啊。不是啦，我刚到就好要做一下中道饭啦。无安尼，咱做一起。安尼够方便。顺便介绍到一下你熟识，跟你没关系啦。袂啦，因甲你厝内底人见面，我嘛感觉真欢喜啊。好，定定决定，咱做伙来食饭。阿姐，这个来啦。啊，这位是。啊，大姐，我来介绍一下，伊是我朋友 Kitty。小姐你好，你好，啊，小姐，多谢。对。啊，大姐，拍谁啊？啊，头拄啊，甲 Kitty 讲一个代志，顺便请你来坐坐。欢迎欢迎，今日啊，我无约什么朋友啦，刚来咱家底啊，食饭开讲尔。啊 ，Kitty 做伙来，我蛮愿意熟悉者。真的啦 ，Kitty 真有气质，真大方。多谢大姐欧罗，正好有你这个朋友，我真欢喜。希望以后咱会常常见面、食饭、开讲。嗯。哦，心怡啊，哦，太感谢了。对了，他家了。哎，进来。哎，进屋。啊，够这位，这位是俊贤的朋友啦，叫 Kitty。哦，哎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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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Kitty， 伊是我的先生，俊贤的姐夫，啊，拢是家己啦，卖遐尔客气哈。我知影，多谢。啊，对啊，俊贤，听讲你最近公司生意袂歹啊，吼，啊，是啊，袂歹啦，要过年啊，冲着业绩。不要紧，你弄奖金。对对对对对。啊，不管怎，至少嘛要甲王翔那间公司哦，讲我倒落去。哦。啊，恁公司生意哦，拍败你的旧情敌，替你家己出一口气。啊，你的感情上，看起来嘛春风得意的哈。啊，我甲恁大姐哦，拢就替你欢喜。来来来，恁敬你啦，吼。就。多谢啊！不过我要解释一下啦，啊，我甲 Kitty 这打实在无偌久，袂当算公司春风得意啦。哦，是安尼哦，啊是我失言哦，无这杯酒哦，就当作是罚酒。就你莫安尼讲啦，啊，就应该是我见你到大厅就对啊。Kitty， 咱坐下来。
不要紧。来，我来处理，哈。我不是调岗，不要紧。这，我来处理哈。紧啊！好啊，我再请。哎，弟弟啊，阿胖酒杯啊，是你赚钱的本事诶。你那甲胖甲车倒去哈。宽仁，你卖安尼滚生球啦。我哪滚生球？肯定是真有名的酒店小姐。真的，你敢不敢在酒店上班？不对啦，凯莉现在正在酒店上班，啊，不过已经来我公司实习了，等伊工作较实手，我就会请伊做我正式员工。真的啦，你那个本性未改啊！正经你爱占酒店，不甲烈风甲你离婚，今嘛搁较规气，甲酒店小姐带转来你公司上班，你是想要让何这位酒店小姐欢喜，还是甲伊博真的啊？舅，可以即摆在酒店上班无唔对，啊，不过伊绝对袂出卖家己的，请你卖看紧个工作，好无？你真正是食着青头壳着戆去啊呢？顶届我去酒店应酬，才看到伊和王翔撮出场。我看王翔唔呐，像你的太太，佮像你的女朋友啊，你的旧爱新欢，一个予伊怪去，一个。予伊买去，啊！你阁把伊当作是宝贝啊！啊！带伊甲厝内人食饭，你哪会这么糊涂？舅，凯莉绝对无可能跟人去出庭，请你莫乌白侮辱伊。有无？你问伊啊！阿姐，我今日既然不应该喊你来吃一顿，让你来跟我好面子。是嘞。Kitty， 姐，大姐，你俩该要出去，我就对你出去。看到吧，啊 ，Kitty 继续当生气走出去啊。哎，我甲伊无冤无仇哦，无需要乌白生话重伤伊哦。所以才去撒掉一个这种沙流的火车来跟我表白，是？靠你！哎，别走！欺骗自己，同情自己，偶尔恨自己，爱不就自私，不然就别奢求。他的眼神，他的胸膛，仿佛都透露着寂寞，但我。伤心的呢，阿伯今麦是安怎？你讲什么？今仔日年终大放松啦，看要安怎忍都会用的啦。
心去拍过。汉阳老师要创啥？直接饮酒啦，卡萨利啦，来啦，饮啦。多久多久？好好。院长哎，我敬你。我到。院长哎，凯莉今嘛拄啊好有闲，敢要请伊入来陪饮两杯啊？唔免啦，像我来遮一定要点伊个台，有恁陪我就有够啦。无得甲即马，过了来其他个人客。余总来，我搁记一杯，拿来恁饮好无？一个伫化妆室流目屎，另外一个伫遮客气，无要点台，一定有问题。太晒啦！我是去洗手间，洗等来。来，进去，进去啦。余总哎，来来画滚呐，好不好？来画滚呐，互怕互啊，来。五、十、二十、二十、二十，林九。丽叔啊，丽叔啊，我领我领。当然是丽叔啊，不是我输啊。立马赶快来了，来了。坐伫遮，我从你找我时，你是不是伫咧等尤总的？恁两个到底是安怎啦？我听可可讲，伊逐遍来拢会点你的台，拄则我讲爱你去，伊佫讲无爱。恁两个是不是有甚物误会啊？我替你讲看卖，等一下你家己哦，去家己讲好清楚。妹呐，小妹，我人真正无爽快，我想要麻烦你甲副总讲一声，我要等伊休困。那副总那边诶，伊袂点我一台。也阁麻烦你甲这个发夹。替我运作的，你不是只介意这个发夹，根本都不适合我。麻烦你。好啦。运作嘞，你看我画滚呐。好啦，紧画，紧画啦，所有人拎啦。十。十，二十，啊，叔，你马不要走，那周慧玲，周慧玲好。哎，阿伯你走去倒。讲去便所随转来，啊，酒要啉完才转来，还是搬你去便所了？来来来，先换三杯啊。爱换三杯，爱。婷婷，婷婷，你是有够菜呢，大家耍到这欢喜，拢无唱歌给尤总来听。无，尤总哎，你想要听什么歌？我唱给你听。凊彩，你唱的我拢爱听啦，哈。好好好，来看看歌。哎，饮酒啊，紧饮啊。尤总哎，可以拜托我把这个发夹给你。跟人艺术调一下，那有可能啊？昨有一个王总的，提足侪钱叫凯莉出场，凯莉死嘛不答应。迄个王总哦，根本就是挑工来糟蹋人的。凯莉哦，给伊灌酒，搁给伊扇嘴皮。你讲啥？迄扇王出去甲拍，拢无人甲动。敢若我凯莉两个人，啊，伊的力头遮大，我哪有法度？连凯莉的发夹拢给伊扇甲飞出去。凯莉有够受伤。无啦，啊，不过为着要找发夹，伊跍咧涂骹找足久的，真无简单才找到转来，互伊到流目屎。
歹势啦，啊，我嘛唔知影，香波丽啊，卖到遮尼好，遮尼啊受欢迎啊，啊，敢若剩两百盒，即马哦，拢咧欠货呢。是啊是啊，啊，食过的人客哦，拢毛肉到最好食的，多谢你的捧场哦。啊，不过订单就要等到后个月啊。你要订哦，可能要等两礼拜了后呢。你要等无？好啊好啊，哎，稍等一下哈。要几啊？啊，请问你贵姓哈？啊，李太太哦。你也卖了好，有什么了不起啊？我嘛未赚比你较少啊，是你嚣白相。我即马较烦恼，是员工的年终奖金啊。看这个办事，得听爸的建议，留一寡现金起来。明天做几单嘞？我明仔送回来啦。你家弟弟啊？今仔找个量奈遐济啊，啊生意有较好。股市一直无起来，生意要奈好啦。嗯，啊量奈熊熊变个遐济啊，哎，啊而且遮无无住址啊，你是要叫我送去对哈？遐要看员工的啦，你把遐病毒啊吼内底货吼拢搬我出来，发予员工吼做年终奖金啦。是啊。你不把低卡当作年终奖金？是啊，遐低卡我哪拢饲呢？非得吼，咱即摆冰桌内底吼，搁存足侪货啦，啊，发还互伊哦去做年终奖金，安尼哦，咱能省一条现金，啊，叫人清库存，一减二股，安尼毋是真好？你做头家当然好，人员工吼一定无欢喜啦。啊，我是头家，你就毋是哦？我替咱公司省钱，你知无？无闲的啦，人真侪员工吼，拢靠这年终奖金在过年呢。你发低卡给伊，你是要叫伊用低卡转做红包来送哦？我无同意啦。你无同意哦？好啊，安尼哦，无你去想办法啦。咱即马无趁钱呢，咱要用啥来发年终奖金啊？啊，进前你毋是甲我讲今年的年终奖金无问题，而且阁有趁钱啊？这拢爱怪恁爸啦。无代无志去嫁电婚大姊，啊卖什么烧鸡啦？翻头啊来抢咱的生意！你敢知影？即马开的银行啊靠迄间加盟店哦，经营要倒啊啦！迄嘛一斤尔，哪会影响到咱的员工？年终奖金发袂出来啊！啊，我要哪会知影明仔载吼，是讲有倒一间加盟店爱倒啊？我当然吼爱加欠一寡现金起来准备啊！你若要现金，上好的办法哦，就是赶紧把遐底卡拢销销出去，安尼就有钱哦，会当发奖金啊！哦，你用讲的吼，拢较轻松啦。啊，无你去卖啊，我看你用卖偌济。生意若真正遮好哦，我就免用低卡来赌年终奖金啊啦。非得吼，遐个低卡发还予员工，啊，伊若爱食就摕转去食嘛。啊，若歹食，伊摕出去卖啊，同款会用当现金，啥都无损失啊。拜托个好啦，你叫因摕去倒位卖哈？遐个代志啦，跟我啥物关系？啊，你紧去啦，人咧等你补货。啊！我徛在门口创啊，偷听阮讲话啊！大嫂，啊，你真正要用低卡去兑员工年终奖金哦？那是阮加盟店的代志啦，跟你什么关系？无啦，我是好意要甲你提醒啊！啊，大兄讲了无唔对啊，遐个员工哦，一定会抗议。啊，代志若是闹大，会去影响到你过年进前的出门。我若无裁员减薪哦，因来叫我一声妈祖婆啊啦。大嫂，啊你讲话嘛莫遮尔刻薄啊。我讲的是事实啊。啊，你若当真遐个员工哦，无你好人做到底啦。我遐库存哦，交予你去卖，啊你转现金给我。也毋讲过年进前这批礼盒的猪脚拢已经做好啊呢，即马咧赶的哦是灌肠啊。算你把所有的猪脚拢交予我，我嘛无灌肠会当配礼盒啊。
你若无在聊到三工吼，就卖当拍拉凉啦。阮家某店的代志哦，我家己会处理啦，免你操烦啦。做你的记忆，爱你的心也过爱情。